来，谢谢。刚好之后呢，前面跟后面都要先抓着哦。前面跟后面要先抓着哦，才不会跑掉。先把它对折起来。这样子吧。这里就会看哈。好，我们折好了之后呢，来，我们这边会看到一个，我们刚刚前面转的空隙这里。然后我们呢，把这边转进去。转进去，转进去，我们这边会有个控制，左转控制这边转进去就好。好恐怖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我们还要大一点。你想看、主要是让你前面的这个可以塞进去而已。啊，就把塞进去啊，不会爆。就把那个塞过去。对，转进去啊，转进去，抱着这样。前面扯的这个圆的地方，从中间把它塞过去，塞就好了，不要怎么穿过去哦，塞过去就好了，穿不过去。加油！来，好，穿过去就好了。不要做保健。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没有毛了，无法突破心理压力。可以，你把往前抱，是抱前面而已。你把头抓出来啊！好，之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转一个小圆圈。那我们这个圆圈呢是狗狗的脖子，我们转一个圆圈。好啦，我们圆圈转好之后呢，来跟前面狗狗的头一样，我们把它对折。对折。对。这样子做嘛，折起来。好，等一下。然后我们这次对折的大小呢，不用像头一样这么大，我们小小的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后半段这边。包括在这边呢，如果剩比较少的贵宾，那我们稍后我们的身体部分可以给它小一点。那如果像这样比较长的话呢，我们的身体可以让它比较长一点的。
如果后半段留的太短的话，我们可以折一个小圆圈当身体就好了，不用像我一样折成折的比较长。啊，对。好，来好了之后呢，让我们再把它对折。对，对折。这次我们要转出来的是手后折。好，那我们转好之后，这样就把它给转起来。我穿错了，然后你还是要留点空隙穿你吧。我穿短腿了，我不是穿短腿了。
蛮好吃，我们先用小拇指先扣给他。好，扣好之后，我们再继续转我们的第二颗。好，第二颗转好，转第三颗。我想到方法，我转进去的时候放在一起，我就不怕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喜欢我，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